第三十一课，田芳去哪儿了？一，课文。一，田芳去哪儿了？喂，是田芳吗？田芳不在，是东东吧？阿姨您好，田芳去哪儿了？他四点多就去同学家了，他中学的同学要出国，他去看看他。什么时候能回来？他没说。你过一会儿再来电话吧。好的。阿姨，田芳回来了没有？还没有呢。二，他又来电话了。妈妈，张东给我来电话了没有？来了，你不在，我让他一会儿再来。快，他又来电话了，你去接吧。我是田芳。下午你呼我了吧？哭了，你下午做什么了？怎么没给我回电话？对不起，我去踢足球了。你呼我的时候，我可能正在操场踢球呢。今天下午，我们跟政法大学代表队比赛。你们队又输了吧？没有，这次我们赢了。祝贺你们。谢谢。哎，你呼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问问你，你不是要上托福班吗？报名了没有？报了。什么时候开始上课？下星期六。每星期六，你不是都要去学开车吗？我已经毕业了。是吗？通过考试了？通过了。你是不是也想考托福？对，我想明天去报名，你陪我一起去，好吗？好。